文化魅力无限，吸引了外国友人赞不绝口哈、啊。就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冬奥会吉祥物“冰墩墩，雪融融”，你看这名字朗朗上口，但是呢，这外国朋友读起来啊，相当的幽默。咱们来听听。各国人的冰墩墩雪融融发音，冰墩墩水浑浑，冰墩墩雪融融，冰墩墩水浑浑，水浑浑，冰墩墩水融融，冰墩墩水融融，冰墩墩水融融。这南腔北调应该不足以形容了哈，世界各地的口音加在一起，真的是太有意思了。那随着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的火爆出圈，市场上出现了一墩难求的现象。目前呢，位于江苏南通的一家冰墩墩雪融融特许生产企业正在加班加点，全力以赴的赶制订单。记者在这家企业看到，包装车间里异常繁忙，工人们正在给冰墩墩穿上柔软的食品级硅胶外衣，然后抓紧包装等待发出。随着冰墩墩以萌态形象迅速走红，引爆全社会的抢购热潮，该生产企业不断接到北京零售商的加急订单。据了解，2019年9月，北京冬奥会吉祥物面世，该企业便接到了北京奥组委邀请，参与设计制造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毛绒玩偶。经过不断的修改、打磨和反复对比完善，最终该企业精心制作的产品，无论是外观还是质量，都得到了北京奥组委的认可，成为了国内三大玩具类特许生产企业之一。真的是一墩难求啊！